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悟空，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女子因为受不了丈夫畸形的爱，变成一只蜘蛛杀死第三者的故事。在很多神话传说中都流传着人类变成其他生物的故事，从花鸟狼人到吸血鬼。或许你会说这只不过是神话而已，但如果有一天你的妻子突然变成了虫子，你会怎么办？大熊是一个有妻子的成功人士，那这些成功人士呢就很喜欢找个小三儿，在告诉琪琪自己有妻子后，却说我这是因为爱你才向你坦白的。琪琪却说我不想输给你妻子，告诉我你妻子是什么样的人。 What？ 你们两个都是什么逻辑呀？大熊说我的妻子她已经不是人类了。大熊就带琪琪回自己家看静香，房子是挺漂亮的，可是一盏灯都不开。大熊说这样静香会比较安心。静香曾经是一个美丽又温柔的女人，大熊时不时就会送静香一个礼物，可以说是把自己的一切都给了她。一次吃饭的时候，大熊发现静香的心逐渐离她远去，静香开始倾心于一个素不相识的男人。有一天大熊比以往回家早，拿着一束花想给静香一个惊喜的，没想到推开门发现一个陌生男人抱着静香，大熊就忍不住了，一路把静香追进了房间。静香看见一只蝴蝶就幻想自己变成一只蝴蝶，没想到静香真的变成了一只蝴蝶。大熊以为静香是出于自责幻想自己变成了一只蝴蝶，所以大熊决定配合静香演戏，让静香以虫子的形式活下去。你可真是个小机灵鬼啊。然后像那样无论多久都一动不动，等着食物上钩，等着苍蝇和蚊子上钩，当然这些东西不能吃。大熊就一直给静香送牛奶和面包。静香从蝴蝶变成了一只蜘蛛。琪琪发现了静香的日记本，里面写道，过去洋溢着爱的家，如今看来却像是监狱。在静香看来，大熊对自己的爱是畸形的爱，大熊对静香的占有欲极强，不能容忍静香和别人拍照，把静香按在浴缸里淹水打骂都是常事了。尽管这样，静香也忍耐着，毕竟自己曾经也爱着他。但自己永远是蝴蝶的话，大熊会怀疑，于是自己又变成了蜘蛛，忘了自己是人类。二人在吃饭的时候突然听到楼上传来奇怪的声音，大熊就走出去看看，没想到静香真的变成一只蜘蛛了。琪琪刚打开门就被蜘蛛的螯刺伤了，然后衣柜里掉出来表弟的尸体，静香才缓缓说到那天的真相。大熊看到静香和表弟后就失了智，一棒打死了表弟，就去追静香，然后看到躲在角落的静香，大熊以为自己杀死表弟让静香精神崩溃。大熊为了坚信静香变成了虫子，竭尽全力的照顾，像是弥补过错。静香也是配合大熊表演，其实是二人之间爱的形式。最惨的就是琪琪了，她不过是粘在二人爱的蜘蛛网上的食物罢了，真是变态啊！两人对对方的爱都是畸形的。看完后，悟空突然想起一首歌，该配合你演出的我尽力在表演。不知道大家对这样的爱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在下方留言评论。我是悟空，我们下期再见。